名场面要来了，来吧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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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哥来接你来了。咱就这团建，咱就推着你团建。650不离不弃。团建第一项，这猎琴。第一项呢，主要展现我们650的团结，就是告诉我们650一个都不能少。来吧，你还别觉得不好意思了。坐，隔代墙保护你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别往下推，别往下推！哎！我知道，我是。哎，没有腰，没使劲。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呀！哎，怎么把我推？这儿，哥哥。嗯。啊！死了呀！死了！他要是想从轮椅上下来，你就。你要不抱着呗？雪琴娜，那我仨推你。琴娜，拿着套推。拿下的，死的。救命！你们好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啊啊！哎，离我远点！你快离我远点！咱们这一趟团建，每个人克服自己的恐惧。对，今天你就抱着虫子。我想。太好笑了。像不像在看电视？对不对？特别精彩。1、2、3，走！救命啊！哎呦我的天，老爷那个轮椅，我太荒诞了！我坐在轮椅上，他们从台阶上那抬我，然后拿虫子吓我，完我一直在大叫，我就觉得我已经癫狂了，叫的。造孽呀！我。这两天我真的感觉到，人如果生活不能自理，是很绝望的。人家想怎么摆弄你就怎么摆弄你。姐，你看看，你不好好吃饭，你对得起你雪琴姑吗？感觉雪琴已经要跟鸡争宠了。来吧，接下来就是团建最重要的部分，推李雪琴上坡。我自己走上去吧，行不？行吗？试试，咱先推推试试。不行不行，我试一试，你相信我。哎呀，我小时候啥一边一个一边一个。那小时候推粪，我的。小时候推粪，大了推猎琴。给我留点尊严吧，让我自己走上去吧。哎呀！咱三个人推雪琴，确实有些对雪琴不尊重。我这腰都要笑裂了。团建开心吗，雪琴？挺开心。说说你这回有什么都感悟出来啥了？患难见真情啊！到了，哎呀妈，太好笑了！哎呀，太好笑了！来李，哥哥为什么这么多？汗如雨下。哥哥，哥哥确实。我也推了，但好像你。你为啥要这么？台长为了你们操碎了多少心？你饶了我吧。猎琴也没这么难推。我那好疼。行，来吧。双腿交叉，手指的走在地板上，脚上到前，感受脊柱现身，上肩放松，远离耳朵。哇。他刚才说想象一束光照在你身上的时候，我脑子里那个画面呢，该跟我告别了吧，这束光来的时候。冥想完了，大家分享分享冥想的感受吧。台长先说呀。我感觉在冥想的时候好像看到了我们650未来的道路。比如呢？将来我们会变成家喻户晓的一个电台，会陪伴一代人，一直到我躺在那里面的那一天吗？所以说呢，我感觉我们的650内容上面要更强大，才能对得起观众的期待。内容才是王道。内容是王道。那怎么说？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说，得有流量。得有流量，那怎么才能有流量呢？哥哥，在我们这个主持群里面加几个流量。
这家伙是给你让你拿捏了呀，这个节目收视率的秘诀。现在流量当道，是我们几个吧，都属于。那看点咱的那个路透，都得从别人的那个，对，得从别人的路透里找。从别人的路透里找，哎妈，这个带着你了，兄弟，你快看，快看，这里面有我。你说能咋整吧？你说说，咱就是没有流量啊。那咱们就得从内容上抓，咱下回来增加个新板块，完，咱四个都研究研究。哎呀，真的呗，咱四个也不找嘉宾了，就是我演演。对，我说今天的嘉宾是宋丹丹，你就演，我就演宋丹丹。行行，这好呀，这好啊。起个雅名给这个环节，叫如假包换。请如假包换不错，可以。咱还可以开放那个读者来信，因为老是电台会有读者来信嘛。啊，咱再整点毫无新闻，自己编。雪儿姐上面不征婚了吗？咱就给编出来一个人。编出来说那个雪儿姐最近找着个对象。那你给我编一个帅的啊！啊，没事，没问题，给你编老帅了。又帅又九零后，完爱打球爱运动那种。那不就王鹤棣吗？不是，王鹤棣啊。嗯，不行，那火燎腚王鹤棣。火燎腚。火燎腚。屁股底下有一团火，他坐不住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直动，一直动。火燎腚。哈哈！哎，我一直想说这个词儿怎么形容那个弟弟，找着了，就火燎腚。腰疼，火燎腚。火燎腚这个词儿太东北了，我都想不起来这三个字儿，但是太贴切了。哎呀妈呀！行呗，那咱这么丰富了，那咱们我感觉工资我要给大家涨涨。哎呦，还涨。咱是这样吧，咱播一次是160吧，或者200，你们觉得？不觉得200？200吧，250。咱虽然只播一次，但是咱是两天，前天准备一天，完第二天再播。两天播一次。你像雪琴都准备到深夜去。那一宿一宿整准备呀。来播点咱准备的那个片段。没找着，没有。找了是不是？没有。没有。那走，咱去提案去。走吧。咱去涨工资，要不要走的有事情的？唱一个那个，我相信。我相信我就是他，我相信你吗？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。咱到时候请个歌手来，再开一次业，再开一次业。好漂亮的云呀！对呀，连云都在为我们喝彩。这个天气最好了，咱四个每天就是这种生活。那得天天团建。还播吗？六零，我感觉我们四个在一起，不管做什么都觉得好快乐，可能是频率很一样吧，才能走到一起。太好笑了，我也不知道团建什么内容了，但就每天都乐，腰都笑裂了。那洪老师，看你这个平时练功是这个位置吗？给我们露两手呗。怎么能那么好笑，那么荒诞？腰都裂了。你们四个在一起好快乐。哥哥，哥哥，你想吃榴莲？哥哥，你想吃榴莲？你想吃榴莲？买，这个才70。买个榴莲，庆祝一下子。祝我们六零越来越臭。做。台长买单了，这点气魄。谢谢台长。好好干。好的，台长。你俩就是我心中的榴莲。老臭了，650吃榴莲，有苦说不出。650开会吃榴莲，烂梗聚会。当你的一句话被人接住了，真的会觉得有一个多巴胺的产生。哦，对对对，这种的。那你这个好短哦，我的那个还挺长的。对，因为这个就会更。然后之前，比如说我在家里，如果我敷着面膜，然后我在剧组，然后就要去厕所的话，我就这样去厕所。对。然后我就这样练屁股。哎，丹姐，我觉得你这个可以弹，你别每次都唱歌跳舞，就让吴牧野唱歌跳舞，然后你弹琴。来玩个游戏，玩个游戏就是手放两边，然后我传球给你，我接不接？你就接住。但如果我是就是做假动作，你手动了的话，就是你但你就这样被晃了一下，就是输。我不想玩。真的，这个真的好玩，你试一玩。应该有一个行为艺术，就是陪王鹤棣玩一天。你试试。玩一天。我接你，哥，你提一提。我天。
哥，你体验体验，真好玩这个。哥，学位艺术开始。哎，咱仨玩这个游戏，真好玩。咱占个奖，就真的好玩，你试一下。陪他玩一下。